路很想上来黑我。他交盾了，没必要先交易了，打在盾上很可惜啊。哎呀，这边有眼，我说为什么往后退呢？没有哪个线能算起来吧？那挺尴尬的。我还想阴他一手，还好吧？我们能把线压在他们塔下，其实不太现实。但这把就做到了，就还好。但哎，要被推线了，本身其实是被推线的。我要拉一下位置，不然的话露露会变养我的，所以第一时间我就选择拉开的。专注。OK。这把长弓是沉重的负担，感受这份仇恨的意义，让它生根发芽。少了一个，少了一个幼崽，被对面拿了呗。我马上就出击的他们。妈的魔怔的真敢啊，没点火。是没点火真敢的，我都惊了，牛逼。这哥们来了，那我又不知道，我老老实实还在推线呢。
幽默喜剧人。妈的，辅助枪撸了！哎呦，那孩子，他溜！我有点，说实话，是我自己有点不服气了。哎，我自己有问题。真不压吗？我杀疯了已经。哈？我的攻速这么慢吗？慢到这个炮车都能攻了。没事，这把整体节奏很舒服。对，现在的整体节奏非常舒服。哎呀，这把混一混挺开心的呀。主要玩的有点幽默，你知道吗？那波死的确实挺幽默的。我感觉那波后续，其实我可能还能战斗，就还能打维古斯血量打低一点。那可能死，确实还是要死。我在扭他那个 Q， 稍微走了个小位啊。声东击西 ，OK， 所以你真要动手了？哎，老子他妈又失误了，是，我他妈 Q 二成 W 的，挺尬的。这是什么？我也反向 Q 了，是吧？我操，这么帅啊！哎，有点失效了，感觉自己我也不知道在干嘛。OK， 这没必要吧？你们炸 Q 什么？盾能不能消一下 ？OK， 守护者的盾。
为什么 FPS 这么低呢？这 FPS 好低。我前几天打游戏 FPS 也是这么低嘛，就100。哎，但是老家的电脑凑合着用吧。对，老家的电脑凑合着用一下呗。哎，过完年，差不多过完年我就回去了。对，过完年左右差不多就回杭州了。杭州那台电脑稍微好一点。哎，可惜他，那我推塔的。不是，这俩兄弟什么情况？这样子推啊？什么想法？开始推塔了，我在跑。我在逃跑。OK。喂，好帅啊他。这么猛吧，兄弟们！不是啊，你们这么猛，搞得我很尴尬呀、啊。得局外人。我这电脑是不是它是在网吧？